中和分局于113年6月25日21时许接获119转报，在本辖中山路一带发生坠楼案，本分局立即派员抵达现场，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地面，遂立即会同消防分队将该男子送医，为于22时许，该男子仍不治死亡。本分局员警至该社区大楼顶楼及各楼层搜查，在该社区8楼，一门之人当场坦承与其相关。经初步了解，一门之杨贤与余姓死者为朋友关系，因对死者催讨赌博债务，遂与死者约在该址，并对其通殴讨债。死者借上厕所之际，攀爬气窗欲逃离而不慎坠楼。本案夜查气犯嫌两人到案，并相关涉案人等，本分局均已锁定身份，目前持续查缉相关犯嫌，以厘清案情。